各位朋友，大家好！<吧>我们又一次见面了。嗯，我们继续学习和讨论命运这个不容易理解的话题。越是不容易理解，呃。 我想，人人都想去理解它。我们通过这几天的这个学习和分析，哈，其实真的是很多朋友还是挺受益的，啊，那很多甚至年轻人都说，嗯，开始觉得好像对于啊把握命运来说，越开始从最初的那种模糊朦胧，就越来越清晰了。 我们可以了解的不够那么精细，不像算命先生那样一看就了然于胸哈、啊。我们可以学的说大约上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好过于我们什么都不懂啊，啊，从做事情啊到说话啊，对人的态度，对工作的态度，啊，对老板的态度。 对家人的态度感觉，嗯，那我觉得方方面面其实都是需要去学习，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这就是组合成我们命运的那些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总离不开家人，又离不开社会，家人就是我们来源之处。 我们幸福的地方，我们快乐的地方，哎，我们养命的地方。那这个社会呢？外在离不开社会，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哎，我们的朋友的地方，哎，也同时让我们也快乐的地方，啊、哦，能够更新我们的身体和情绪的地方，这都是这个外在的社会的。 我们都是需要去认识和学习，不知苦，便不知甜。那么很多人是没有苦过，所以当生活在呃较为甜美富裕的这个生活环境里头，是还是觉得并不快乐。哎，不知不知穷，便不懂富。哎。 你没有穷过，就不知道怎样过上富裕的日子。最重要的是叫做不珍惜。那么当然也有人说我是穷过，我也苦过。可是过穷日子的时候，他是被命运给叫做逼到了一个那样的一种生活和工作的状态里头。嗯，他的行为算是自然和正常的。 但是因为没有过过富人的生活，说经过一番拼搏努力之后，呃，有点成就了，哎，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了，啊，我上一课节课讲的，呃，住上一个很大的房子了，是吧？有一个不错的汽车了，啊，有几个可爱的孩子了，哎，就人到中年了，反而糊涂了，因为。 失去了追求，没有了信仰，失去了动力，所以我们的行为就开始糊涂。哎，因为没有富裕过，更没有高尚过，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虽然叫做生活无忧了，也就叫因为经济经济比较富足了，就是资金比较富足了。 宽裕了，这个方面不发愁了。可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发愁，所以使得在这样阶段的人呢，啊，有很多人的这个行为呀、啊，就开始出现混乱，啊，偏颇、糊涂，啊。 怪异，哎，甚至是邪恶。古人说“水满则溢”，或者叫“满则溢”，这是什么意思呢？“满则溢”，这一一个桶子，这桶子里面我装水吗？我就是已经接接满了水在这个桶里头了，你再倒水还能倒得进去吗？进不去了。比如这个桶是装粮食的。 我里面粮食已经装满了，你再往里装粮食呢，装不进去了，对吧？所以，当你自己感觉到我已经是富贵了，而富贵了之后呢，已远远超越了我预期的目标了。叫做原来说我要赚一百万块钱，现在的物都五千万了，我已经成为不管他自己觉得知道他不是世界巨富，对不对？但是我已经是大富大贵的人了。 他的心态上来说的话呢，叫做满足，叫做超级满足了。他能接受什么呢？所以叫做愚蠢、愚蠢的傲慢心即升起了。愚蠢的傲慢心，因为任何良好的建议，他都已经就拒绝接受。所以你和一个事业有点所成的男人。 你谈什么发展啦、啊，谈规划啊，什么，他就不让你说话，几句话就把你堵死。说我都知道，那个呢我都知道，全部是我都知道。对，因为他还没有经历更大的失败挫折。到什么时候叫做结尾呢？到你去世了这一刹那的时候，觉得你的人生才算画上句号。到没有到最后一刻，你的成败还不一定呢。 所以很多青年的哈，二十来岁、十几岁就获得了世界冠军、什么世界头号的名次的这些人哈，特别容易倒霉，特别容易出事儿。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他，在某种专业上，比如说我是数学比赛，乱算数或者心算，你们几个专家去出吧，出数字吧，我几个手指哇,哇算算这答案马上就出来。 这个单项的能力是有了，那比如说我是游泳冠军，是吧？啊，游泳确实你是全世界最快，可是做人呢，你是全世界最有修养吗？他光顾着练一技之长了，是吗？练心算的人天天练心算心算，还不懂怎么做人，连礼貌都不懂。天天拼命游泳的人，都不懂礼貌，还不知道怎么做人。只要我游得快，我就能拿冠军，是吧？等拿完冠军之后呢？ 而走到哪都顶着一个冠军的光环，别惹我，老子是冠军，别惹我，我是全世界算数最快的数学家，你还教训我，你是什么军呢？说我什么军都不是，我最多就是细菌，是吧？人家是冠军，是吧？这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你说啥我就不听。所以很多年轻人哈，年轻成就越早，倒霉越早。 落山的速度就越快，哎，所以这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在中国，我也认识好几个各方面的冠军，哎，我遇到几个体育冠军是，他做的那我闻到那个味道和他的脸色，他正在吸毒，可是，在那吸毒呢，像鬼一样。我一开始我就很惊讶，这是世界冠军嘞。 你怎么这样子、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件事情。就是少年得志太早，哎，落山速度加快。当你没有这么大一种定力和社会阅历的时候，你今天单方面的成就，只能导致更快的毁坏啊！这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因为我们在谈论这个人生的这个命运呢，所以呢，就是哪怕成为了某一种技能的冠军，或者是佼佼者，这个并不代表他有一个整个人生的幸运的命运。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光环和头衔，今天他吸了毒，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张三李四。 就不知道他是谁，还不那么丢人。当成为世界冠军的时候，说：“哎，今天警察抓住一个吸毒的，或者在贩毒的，原全世界、全世界冠军某方面的，你说这个，这跟头就栽大了。”哎，所以这个人生哈，提醒大家要需要非常谨慎的去好好的经营。 大家已经甚至是说，我们回到正常人来说，哎，比如说夫妻店，俩人都辛苦的经营，好不容易打拼到我的目标，我要赚一百万块钱，好好生活，就一不小心赚到了五千万了。有很多这时候，这个男主人或女主人开始傲慢无比，傲慢无礼，谁说什么都不行，哎，这个在抱怨了，是那个去吸毒了。 啊，那个是天天泡夜店、去舞厅啊，不回家啊等等的这种恶习就产生了。这个原来的这样他们的成就就会很快速的在毁掉。那么，其实一个事业，你看我们去把它建造起来的时候，就像盖一栋房子，多难呐、啊！你有足够的金钱盖一栋大楼。 最少也需要一年，啊，正常的速度需要好几年。但是积累一个家庭的财富，哈，你从身无分文到有一个大房子住，啊，能养活几个孩子读好的学校，再有一两部好车，都需要几十年的积累。可是呢，将这样的一个圆满的这个这个这种富足富贵，想把它弄掉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去。 开水浇树的那个速度，很短的时间它就毁灭了，啊，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希望大家学着要有感恩心来经营自己的家庭、经营事业，啊，嗯，从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用感恩心面对你的家庭成员，用感恩心面对你的。 这个工作和社会的这个朋友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环境啊，要用感恩心去面对他们，这样你才能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我就在思考啊，那为为什么人反而是有所成就和有所这个这个呃人生这个成就和圆满之后，那么这个烦恼就真的产生了。我也分析了不听的原因，说因为我事业很成功，所以就有叫骄傲自满，所以谁说我都不听。嗯，那么这种主要的现象呢？ 发生的原因哈，就是德不配位，就是当这个富贵来临之后，我的德行，我的德行，就是我的好处不能支撑这座辉煌的大厦，所以让自己非常的烦躁，因富而觉得苦，这本来是应该感觉到很幸福，但是让他。 产生苦的感觉，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德行，没有修养。什么是德行呢？就是修养。没有修养，不懂得感恩，就会叫颠倒阴阳来看是非。所以，我们承受富贵哈，它是需要基础的。就像我的我的这个，咱们说这个大树吧哈。 真正一个正常的一棵大树，当那个树冠特别大，什么是树冠？知道吗？就这些树杈子。一棵树长了整个树冠，树冠应该大概是圆形哈，像个大蘑菇一样，直径如果是五十米，那么它的根所铺散的这个环境，也大约是五十米乃至到八十米甚至一百米，它才可以支撑这么大的一个树冠，否则那个风吹的稍微强一点之后。 树树根铺散的面就是支撑面小了，它就会倒。那倒了之后，那个树根露出来，这个树就死了嘛。所以你这么大的树冠也配这么大的根基。那个很大的这个高楼哈，就是比如说这个楼七十层，嗯七三七二十一，7, 3, 7, 2, 1, 就是两百米左右的一个高度的楼房，那么它也有相对应的。 那么深的基础，恩为的地震呢和大台风让它产生摇动的时候哈、啊，它那么深的根基，还有那么粗的结实的柱子，能够去扛得住这么大的震动与摇晃。所以这个部分就叫基础。因此说，那你承受这么多的好处，这么大的富贵，这么大的名望。 你要有那个慧根呐、啊，那个慧根是什么呢？功德基础，就是做好事迎来的功德。本来是藤收锁口的，结果哎，它就变成双龙戏珠了。藤收锁口，饿饿死街头哎。最高的官，最高的官达到什么程度呢？你看最高的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梁武帝。 贵为皇帝，同样饿死。那么再有那个谁，周亚夫，汉朝的，就是一流大将军，就是最高的大将军，他也是腾蛇所口。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超级大将军、大元帅，怎么会落个饿死的命呢？功德中缺少了一点东西，所以他那个腾蛇所口的本身就是有一个命相纹路，啊。 对，那个命相纹路正好两边进入口中，命相师就已经预言了。周亚夫说信，说我就不相信，说咱们等着看，结果就是饿死了。别说谁，让任天下人都不相信，这么大富大贵的人有一天能饿死？有，当命运降临的时候。 命运之神进进来惩罚的时候，拿着令牌来给你下令的时候，那一刻让你死也就死了，别说饿死了，哎，怎么死都是注定的。这叫德不配位，他准是做错了事，杀错了人。某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也所以在古代征战之中哈，一个好的大将军，历史上有名留名的。 是有几种人不杀呀、哎，是吧？老弱妇孺不能杀，还有呢，投降士兵不能杀。这古人不能解释，就是说你要杀就是不吉祥。帮你打仗的这个这个马、驴、牛，帮你托运行李、驮运粮食的这些这些牲口不能杀，甚至帮你打仗的还有猎狗，猎狗也不能杀。 所以，就逮住俘虏杀了，逮住俘虏杀的那些将军，都被当时的人和后来的所有学军事的人，都谴责他，说不懂道理，必遭天谴。所以，连打仗都讲究要有一份德行。哪些人，你和我正式作战的，我要杀；但是你投降，坚决不杀。哎，所以，凡是杀投降士卒的，还有还有人是说那个把。 人家都投降了，还把人给砍了头，甚至活埋了的，都不得好死。自己的行为所造，是个因果关系。就是你杀不该杀的人，就是缺德。这无德就是缺德。德是什么呢？慈悲心。缺少慈悲心，杀了不该杀的人，抢了不该抢的人，你必遭损失，必遭报应。 所以，当我们富贵之后，我们德不配位，啊，所以呢，你自己觉得你今天穿上这个绫罗绸缎，你住上大洋房，开上最贵的车，你存了那么多的钱，它不属于你的，就闹腾，是吧？你的命运之神在闹，你们家附近的鬼在闹。那鬼子说：“比我都烂的一个人住的这么好的房子，折腾他。” 但是让你的心里头呢烦躁躁，每天烦躁躁，每天烦躁躁。那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呢，就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学习配上这个位，得以配位，心怀慈悲、感恩之心。哎，要用感恩心、知足心来去思考，再重新衡量我今天的。 优越的生活，我要感恩后一起付出的，还有的是上乘父母的这个财富，啊、哦，我还要感恩父母，所以我要小心谨慎的做人，啊、哦，不奢侈的生活，因为让你进行傲慢，让变得那么混蛋无知，是因为没有感恩心。 就生起了傲慢心，没有感恩心的这种生活，就会出现叫做奢侈糜烂的生活。哎，买一些奢侈品，然后买名牌包包？我听一个香港女人讲，那时候早最早还跟我学过法，啊，给他了解他的同伴就说：“师傅，你知道他有多少双那个那个鞋子吗？” 高跟鞋就是特别漂亮的高跟鞋，一个鞋子，我当时的话就是说一个破鞋还有什么讲的，还有叫他叫收藏了那么多双，两百八十双世界名牌高跟鞋，我说这，哇这病成什么样子了？那个鞋是穿在脚上走路的，说他的鞋不一样，都是工艺品。你存这么多的鞋，你不怕邪气冲天啊？ 所追求的全是这些，完全是物欲的，这也叫的德不配位，业火烧身。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富不过三代的概念，我觉得他富一代都很难，他接下来的孩子根本管不了，全做混蛋行为，是吧？ 妈妈光存高跟鞋就存了两百多双，那你说她没有别的爱好，什么都存，存乱七八糟的。他儿子存这个名牌的篮球鞋，儿子爱爱打篮球。你只要说冒仿什么乔丹签个字儿，他不管真假，先给他花好几万美金买了，只存了好几百双打球鞋、篮球鞋。哇，真是又一个邪气冲天。 你怎么能过三代啊？你到第二代就遭光了，德不配位。当有一天就会冒险投资，他的财富一网打尽。我说他们的这个行为是二十年前，现在全家倾家荡产。 哪过了三代呀、啊？有很多父母还这不承认，说：“哎，我教我孩子的时候，我说一定要做个好人，将来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你说他的时候。但是你们平常在家正常说话、议论事情、处理问题的时候，你们真实的聊天的内容，他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就自动的印到他的大脑里去了。将来他的行为、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 他的习惯性都是从父母那儿完全就接受过来的，之后再再乘二以上，就是变本加厉，就是，就是你只要奢侈，他比你要疯狂。我跟你们之前也讲过，大家有听过吗？我是那个一个香港人，他家那个光办公楼就一整层，大概三百多个。 进行就是文员办公订单的做贸易，那他们家光那个最贵的世界最贵的车，前面那个头像拖拉机是那么大，那个小汽车，听说好几百万是吧？上千万人民币的，那就两三辆。那么他家的资产来说，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应该。 超过了十个亿美金，就够富的了吧？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他小时候十六岁在中国老家的时候的照片，穿的非常土，就像化了妆的演电影一样土的那大棉裤，那个留那个寸头啊，不叫寸头啊，蠢头，特别难看。我说这是谁啊？他说这是我小时候。我说咋这么丑啊？ 他说：“是啊，没营养不好，哎，结果赚了那么多的钱，兢兢业业,业，对，那啊、哦，反正说的头头是道，让我指导他，他一点都没听。他的经营啊，他的风水啊，他说我已经找很多风水大师看过了。你看我的财位，聚财的地方放了八个大水缸，够聚财吧？家里那时候真有钱。” 哎，我看完之后，他说：“嗯，挺好的。好”但是我看的这个他家、他们、他们自己和孩子的脸，就是命相。我不是算命先生，但是有感觉,觉，就是嗯，长那个这么穷的命，怎么有这么多的钱呢？My God，告诉我吧，显灵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儿了，结果两年以后，他家倾家荡产，一分钱没有，还欠款，怎么回事儿呢？他有个哥哥，亲哥哥，亲哥哥一个男人大胖子，长得雄壮，比我还高，我胖胖大大，一看挺有福，我总觉得有点。 黑社会的感觉，后头留个大辫子，他搁那个办公室后头全是像《资本论》什么列宁那那些那种全是伟人的那种精装的书，而且都是一个色黑红色黑红色，哇后头我看放了得上千本，这这人得不多博学呀、啊！哇他满手上家伙都是金光灿烂戴的，全是除了黄金就是钻石类的首饰，哎。 哇、哦，真是那手也是老富贵了，比猪还胖。就他哥出了个馊主意，当时去往中国走私，把他们的钱全部压进去，最后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我希望我们听到的都是先贫穷啊，后富有啊，又长寿，喝着普洱茶是吧，领着小孙子是吧？哎，那那种整个这个家族和乐融融的那种幸福感没有，还没等着领孙子呢，这全家人家破人亡了。他家请香港最贵的风水先生替他家看过。 所以他说，在那个叫财位上，就是聚财的他家那个位，放了好几个大缸，而且都是风水先生给他买的，应该是聚很多财，对不对？但是风水先生并没有说能聚多长啊，财是聚了，可是，一切有一天全爆了，他连那水缸、风水缸都叫人收走了，成为别人家的风水缸。他那个高级的车。 成为政府没收的财产，这个我就说，怎么当时我看的这个命相这么差，可是钱咋这么多呢？他弟说：“哎呀，我又恨又不能恨，因为是我亲哥。我心里的觉得，不是恨你亲哥，是你不具备这么大的一个承受力。” 所以我们怎样才做到更加美好的，能够发展下去，还要存在下去，还能够继承下去呢？我的现在告诉大家，大家也听懂了、啊、哈，就是以德传家。啊、嗯，就用感恩心，啊、嗯，用感恩心面对你周围所有的人。 还要用慈悲心面对所有的经营竞争对手。那慈悲心就是不断的布施、给予、帮助、奉献。那只是认金钱的话呢，他们就是不断的索取啊，索取。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在这个事业经营之中，就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 用各种手段，就是把钱拿到我口袋里来。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能想到，钱装进来之后怎么消化它？就你消化得了吗？消化不了，消化不了，说那我要冒险在那里投个资，那那里投个资，投了那么多资，你管得过来吗？惹了多少风险和灾祸呢？又是，所以我们怎么改呢？一定要。 很简单，就是万念由心啊，一切皆由心所造。佛说：“心静则佛土静。哎，只要我们内心，啊，是有感恩心、有慈悲心来做主，用感恩心面对你的家人，面对你的老板，甚至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伤害了。 我们更多的是感恩、赞美、呵护、欢喜的去付出。你看，很多人教化孩子不会太会教化，等孩子一出事儿了就哭啊！哎呀，孩子，你你好好啊！就当所以人，我们的凡人经常是，这个人在的时候吧，天天埋怨，都嫌他多余；当一旦失去了之后，觉得你好珍贵呀。 因为一切的美好，因为一个人的失去将全部报废，全部消失，痛苦即将来临。所以很多人都用他的行动在盼望着，他的世界是消失了的。虽然你并没有明确的想让他消失，可是你的诅咒的，啊，这种破坏式的，啊，埋怨，那就是。 对自我、家庭的诅咒和巨大的伤害，埋怨积累之后就是背叛，是吧？埋怨本身就是背叛，埋怨等积累之后会爆炸，爆炸就会家毁人亡。只有只有这样一种非常的与这个这个世界合而为一的一种思维方式，哈，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好。 那你作为普通百姓来想，那我真的现在还想不出我怎么样和这个世界合二为一。首先，我说你和你的家庭合二为一，你和你周围居住的环境合二为一，你的思维和你的老板合二为一，和你这个城市合二为一，你就开始你的你的所有的心理的思维动向和这个情绪的起落就开始变化了。 你反过来一想，很快就解决。所以学佛法也很容易解决我们的这种心理问题啊，就是这样。你想到的这些不易，你想到多少人不如你的生活方式，多少人不如你老公能干，多少人不如你老婆贤惠，多少孩子不如你的孩子乖巧，多少孩子还在残疾的行动，你的孩子已经很好了，你想想就会知足了。 你想想就会感恩，虽然不知道感恩谁，你可以感恩你的家人呐、啊，感恩你的同事，感恩你的老板，感恩你今天有福气生活在这一个好的社会里头，你身心就安详自在啊。所以过去那个佛佛教的大师为什么都问安都是，呃清安否？清安，啊，是吧？那个最早的。 见达摩祖师的这个徒弟慧可见这个达摩祖师的时候，达摩祖师在嵩山那个大禅洞里头打坐，正好天下大雪，他爬上去，所以见达摩祖师说：“达摩祖师说，你有什么事儿找我？”禅师啊，能不能帮我安心呢？人这大师也很厉害，把心拿来，我会给你安好的。他他他找不着，在哪？ 也就是说，这种烦躁不安的那个心在哪里？其实找不着，啊、哦，他说，所以达摩就说，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哦，他可能开始是安了一点了，说你那个心安的本身是你做错了事情，今天你将心安下来，重新做人，重新思考，就让他把它洗净它，因为禅宗的一个概念哈，他说人人内心都是佛。 只因贪嗔痴慢疑包裹，就像很多杂色把你给缠绕了一样。今天把这些肮脏的颜色的东西全把它洗净了，你内心还是个清净光明的佛。所以我才讲到：心净则佛土净啊！哎，当我们心里头是清净的时候，哇，原来世界是这么美好。我们有智慧了，我们甚至有感恩的感觉了，是吧？ 所以，用这种善念、慈悲啊，我们才能感觉到幸福。还要保持这个幸福的这种感觉，还有要你也希望很多能干、比较成功的人士，你也希望你的后代和你一样有一种啊积极向上、努力拼搏、持家的精神，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个出路哈。第一个，我们这叫戒掉奢侈。 这种叫做骄奢的生活方式，都会让他变得腐败，没有动力。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学会叫做富贵，但是要维持简朴的生活。别买那些奢侈品，别别去那些不务正业的环境里去，比如说去赌博呀，啊，去吸毒呀，啊。 在很多国家都有各种的，并不太正经的那种娱乐的场所呀，别去。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将这个富贵和美好传承下去啊？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巨大的投资，这个投资是父母亲要忍得住你那个奢侈的行为，要忍得住你废话连篇的那个废话，别说废话。 说些有道德的、有善意的语言，去干一些正经的事情。就是你这些行为，哈，正是在教化着孩子。虽然你的孩子稍稍到了十几岁，到了叛变的时候，他并不稀罕你的行为。可是，其实而且是必然的，他都在模仿着。等他长大之后，还不是真正长大成人，还没到三十五岁以前的时候。 他所有的行为遇到了问题，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是完全复制了父母亲的那些那些行为，他全部学到手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参考人了。你的那些行为，他全部照着做了，你发现就是你的翻版，不是像爸就像妈，要不就是两个人的综合体，就是这样。 所以有些家长说他孩子不争气，你要一下子出来就就学坏，那我真担心，那父母亲给他背后是怎么教化的？你们的行为，他说我说他的时候都让他学好啊，可是你的行为，你的家长本身行为就不正，你怎么让你的孩子学好呢？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好和坏呀、啊。所以我才提醒朋友们，要跟我学习哈，要懂得将这个命运经营好的话。 先进行像上一节课一样，就选择好和坏，选择善和恶。当你进行选择之后，我要选择是善的，是好的，那所以我们就学会知足感恩。 你说今天我还并不是那么美好啊，那你比一比，有没有比你更差的？如果有很多比你更差的，你就应该知足了。你不知足，难道你想比更差的还差吗？是这么个道理，你不想吗？对，所以比更差的你好，比更好的你还差，就什么两面都有发展空间。请问你是变得更好还是更更差？一定是更好，对不对？ 要学习善念，要善行，要善语，所以对孩子，还有你夫妻间、跟朋友聊天之中，你的语言是高尚的，是道德的。有很多人粗鲁惯了，就是我一说高尚的、高尚的语言的时候，觉得自己都在说谎。没有关系、啊，说惯了之后就是真的高尚。一开始觉得就自己在想骗人，说惯了之后就变成真的。 是高尚的人，还有高尚的心，高尚的情操。孩子学到他的时候，你们的家业就可以传承下去，甚至儿子、女儿比你干的更精彩、更棒、更杰出。就是要得力于家长的，就是言传身教。所以，家长的行为真的就决定了儿孙的命运。你想？ 让你的富贵和德行啊，能够传承下去吗？所以要以德传家，要以慈悲传家，而不能以财富、富贵传家。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就是到了三代也无未来。啊，以德传家，恒久流长，绵绵不断。 因为他们会学会什么呢？叫感恩的生活。虽然家财万贯，但是要简朴的生活，他才有发展空间呢。是不是？今天你所吃的、所住的、所用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他还有什么发展空间呢？他说：“我要发展干嘛呀？我要拼命干嘛呀？”你想，他给那些老板们打工，如果做的稍微不好，老板会批评，对不对？甚至扣工资，对不对？ 所以遇到好几位富贵的公子哥，呃，工作一两年之后辞职不干，可是人特别的聪明。辞职不干了，辞,辞职不干达到什么样的病态呢？我就在屋里根本不出来，是吧？香港一个同学家，是这这儿子，其实在那个世界大公司干的很好，做科研。 因为家里太富贵了，半条街都是他们家的，光一年的租金收多少啊？就窝在屋里不出来。哎呀，这个妈妈费劲费老了，又看什么心理医生，又找人跳绳，啊，又弄风水调整，没用。这孩子是百毒不侵，神鬼难搞，呃，谁拿他都没办法。他自己不出来也没中邪，那是什么呢？ 是业火烧身是不？他们家喝水的茶杯都是镀的金，就这么富贵，这孩子他要干干活干嘛呀、啊？所以在他科研机构稍微有点不愉快，他带个小团队，老板稍微一责怪，辞职不干了。辞职不干还好，回了家门都不出。两年以后好不容易说说好吧，妈妈各种的威逼利诱下是用美女，最后儿子说可以啊。 带来我看看，因为他家太富了，一说可以带来三十八个来了，挑吧儿子，挑了就是你的，就是这样。哎呀，真是，妈妈就发愁的不行哎，那么富贵呀、啊，那、哎、这这个就问我，你看我儿子中什么邪了，还是中了富贵邪了？妈还听不懂。 那那，难道这财神是邪神啊，财神真的是邪神，到了心不正的人家里头，财神就是邪神，因为财富害你全家。但是你有德行有道行，这些财富哈就为你所用。你没有这个德行，你的命就由财富所用，随时搞掉你。这么大富大贵的家庭。 谁都羡慕，对不对？那怎么会这么痛苦呢？你都想不到的这种痛苦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做父母一定要开始学习这种慈悲正念的法啊，对正心、正念，哎，正行。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哎女士们哈，回家说话千万记住，管好。 嘴巴啊，不说恶话，不诽谤，不打击，不讽刺，啊，不贬低，啊，是多念佛，多赞美，多鼓励，多关怀，啊，多奉献。 我现在说还不是对外人，对你家人都要这样，你的家庭的这个气氛哈才能祥和。哎，祥和慈就是慈悲的心的呈现，祥和的行为迎来祥和的气场，哦，慈悲的众生就来呵护你，你家就是好风水，你家就是真正的大富贵。 这个富贵，你也能去恭敬他、爱护他，这个富贵的感觉，再生出智慧来，啊、哦，再能够去多余的部分留给我们的后人，把这种富贵和慈悲的德行传承给后人，这个我们需要花大力气。有很多人，哎呀，信不信的，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这个不是这个概念，是个哲学概念。 说你管不好自己的所有的行为的时候，你的孩子和你现在已有的这一切都会消失的。对，他会跑掉，幸运之神、财神，他是神呢、啊，是吧？老鼠都会跑，何况神呢、啊，是吧？他会跑掉的，他会溜走。还有很多是害掉你，不是他害，是害你，是因为你的卑劣的行为。 让这些财因为财富而爆炸，让大家大脑昏头转向，变成无名，才有无名昏庸的表现呐、啊。所以我们的慈慈悲心，就是最好的运气，啊，最好的风水，啊，最后就慢慢能做到，这叫家和万事兴。哎，这一家人。 和乐融融，啊、哦，有长有序。什么叫有长有序啊？应该也叫尊长有序，就是父亲有父亲的庄严，母亲有母亲的贤德和尊贵，孩子有孩子的孝顺。哎，他这个一定要是，是有一个家庭的伦理和顺序，是吧？ 家长发话，儿女能够孝敬和尊从。这就是一个有福有德的家。所以，当我们没有那个福气，你住进一个特别的风水好的地方，还会闹凶，我们承受不了的。这个富贵之神，吉祥之神。 不会，因为你住在这儿了之后，你就会成为了富贵和吉祥，不会的，承受不了便是灾害。说得以配位，便是顺畅。啊，就像你的衣服一样，照着你身材量着，一穿就是合适的，是美的，是实用的。是不是衣服大小穿着不合适，小了穿不进去，大了太宽松，这都不合适。 啊，所以你的德行和你的环境和你的财富，包括你家里的人丁是要相配的。所以你的财富越大，你越要注意自己的德行和行为，德行和行动。就你有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则你就应该有很好的表现，形式、行动表现。啊，千万注意，好吧，多一份赞美、祥和。 全家人每天都充满着慈悲的眼光。